一天最多2架，因为爬楼嘛，也都比较辛苦。现在平均一天能拉个3单到4单左右，收入肯定比之前多了。老小区没有安装电梯，1/3吧，反正是这个设备，肩部稍微轻松一点啊。这个膝盖就是你不用用力，只要你一抬腿，它就可以能助你的量。